好了，晚安，各位晚安。干啥小啊？干这到底三小？露西欧进球啦！干这到底三小？哇，烂烂的，有新造型是不是？法国选手，干三小。经由夏季运动会战利品解锁，所以说他是你还要刚好抽到才有的。哇，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哎、欸。太多了吧？哎，不错哎，不错看哎。这三小，小白不知道还有没有还醒着吗？啊，对齁，我要玩这个的话，我必须要，我看一下哦，我怕我画质，因为我上次开1080p， 搞不好会很糊。你要跟小洛 Vivo 一起 ，OK， 棒棒棒棒棒，我听的。喂，你们是要练什么团练的、啊？没有，他们啊，练什么？啊、我们我要下了，他跟 Vivo 跟小洛啊陪你打，然后他们要练他们哦东西。好啊，我再邀个小白，小白要来了，你们要跟希尔玩吗？他不知道有没有空哎、欸，我帮你问他。哇，看希尔50阶不要好了，吓死宝宝了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小洛跟 Vivo 有几阶好不好？我知道他们60几啊。我们也接近60啊！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 ，Vivo 应该63、64了吧？还是65、63？先上去的，刚刚上去的、啊。会有缺？应该不会有缺。小白嘞？没上啊？要吗？帮你问希尔吗？你确定要？他说他要更新，我们先打、啊。对，你说小白哦、喔，就我们三个先打就好了。那、啊、我要先休息啦。OK。早上9点上班还在这里，你看。嗯哼。对。队长给你好了。你再打吗？我来问问看希尔好了。真的吗？那我等他进来再走。靠北。打个招呼嘛，礼貌啊，对我们是有礼貌的小孩。
对，你的观众就是有礼貌。小姐一个人吗？问他是小姐一个人吗？他回你吗？我问他，我问他，他叫我，他说可以一起打，但是他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，所以我问他是不是一个人。哦。要看队友，我有个强队友，一个吗？我这边，所以我们要六排咯。晋级。对，他一个人哦。他两个。那我还是休息好了。他我想养，靠药，养三喜。他说他养养，不是，他说他想想，打错，讲错，抱歉。对啊，如果我要打的话，就他那边就过不来了啊，但是我要下。欸还要等小白，小白在更新呢、欸，还是我们三个可以先排啦。小洛跟 Vivi 我们可以先排。那我就先跳咯。对呀、啊，拜拜。拜啦。58阶哦。Vivi 在吗？在啊，在啊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喽。小姐一个人吗？我们这边有四个，你可以吗？靠北啊！他更新这是三小啊，新的造型。欸，路西欧有个那个啊，那个？有个那个精彩重播的镜头，蛮酷的啊。还有精彩重播镜头，就是那个特写镜头。嗯，为什么倒挂金钩？那我问一下，为什么你声音这么大、啊？我，你有特别调过吗？我没有哎、欸。好，那我调我的。哎、欸，奇怪，为什么麦克语音聊？你再继续讲话。Hello。有变小了。好，原来是要这样调。我好，我懂。那个希尔说他可以陪我们踢球，但是他不跟我们打竞技，他觉得我们太菜。有新模式哦，我刚没看。对啊，三打三踢球模式，他说他可以跟我们踢球，但是不跟我们打竞技，太难过了。哎呦，他们双排的样子，双排，然后四格是分开的。现在进到里面都看得到。什么？我靠 ，Vivi， 你跟那个小洛的声音大小也差太多了。差很多哦。对啊，所以是那个小洛要把你的麦调小，然后 Vivi 就是用到最大。花村。麦就是最大声的、欸。这样好一点。哎呦，嗨嗨。嗨嗨，伦敦的春天。那我这样嘞。好，可以。你们仨，应该说小洛的麦很清楚。冥想时间。我现在嘞。哦，好多了，干。我们有什么、啊？哎、欸，小洛，你之后都玩莱茵哦。
没有啊，只是看队伍，队伍没有坦，我只好出了。没关系啊，你啊不对，我要去边缘。我要黏着你哦，西爪钩。你录谁，我敲谁。好，我录你啊。不是啊，我不能敲自己啊。你可以敲敲。你要从哪？这里哦。马西也塞了。反正我跟你走。对面有元师哦。莱茵岛，我的盾都不见。哦哦哦！我的盾就是你的盾。又来了，元氏近点哦。原始岛，我倒了。他们来引导。各位英雄，站起来！靠回来弄死了！干，点上是没人了。哦哦，有一个，有一个。呼呼的啊，呼呼的，是因为我1080P 啦，因为上传不够力，无法。还是小洛你先。他怎么跳楼了？你要不要去站二楼啊，师傅？我？你认真？啊，你就站右边的。边上面二楼啊，左边上面二楼。站上面的应该是要给七六这种的，对吧？他上去了，他上去了。我上去，他们抓我，马上就爆了。有意思是，我也想上来。慈悲在右边哦。过大，有没有发现特效变很好？哎，点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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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站这么大，右边原氏，我全身散发蓝光，真的哎、欸，左上，左上来，原氏也在左边。哦，莱茵死神左边哦，左上二楼。会打左上哦。原氏也在左边啊。
点上，点上，点点点点点点。哦，死神要进了。再帮我录一下图。好。死神倒。我倒，我快倒了。麦卡利残血。告元被元氏剁了。哇！被刷啊！西巴，西巴，比数一，比二，攻守不败。小白不知道更新好了没？金牌奶头是啥？你想选谁？治疗或是法拉？陈阿塔或法拉吧？你要哪个？陈阿塔还是要输出啊？在选的。你想选陈阿塔吗？我想先狙一下。你想先狙一下？没关系，就下让小洛狙。哦，晚安 ，KN 苏卡是这样念吗？哎、欸，这娃娃踢的会有叫哎、欸，这娃娃踢的会叫哎、欸。我看你在踢空气哎，真假的？真的。你没有看娃娃？没有，我只看你在踢地板。干，你 bug？ 你知道你 bug 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是不是我东西开调低啊？有可能。我避雷二楼，还有那个他那个女没。好、哦，他是怎样？牺牲自己是？牺牲自己。避两倒。干，被敲死。避雷倒。他们还有炮塔在顶上，他没有传送门的。你太快了。快倒！粉丝团留言是，好好好 ，OK， 我会去看。欢迎右边上面蓝鹰跟小美。
44秒。 伤城可以预过冷冻流，对。手能生巧。他们有传送器。 来，炮塔炸倒！来，要上塔啦！就是自己。前方有敌人炮塔！难搞！各位英雄，站起来！ Nice， 这个舵。
哇，加攻击力会直接把我撞死。39秒，搓一波。88趴。我死了，大才好。哎，我们争一个，他会争一个七六，但他应该下就死。了不起！我觉得露西欧刚刚为什么要直接从二楼跳下去？我跟你讲，我治疗量比较高，而且我伤害尤其第三名。他跳下去，你知道他第一个跳下去，他被炮台跟壁垒秒杀的。我他没有秒杀，差点死吧。他可能帮你们吸收伤害啊。我想说，我们就直接走过去，然后从他皮眼打就好。啊，就从后面了。其实也可以直接站在上面在那边射就好了，把他们射掉。他站在前面，我没时间射掉他盾。棒棒棒！运动战利品！哇！我抽到温斯顿的传说造型。猛哦！我想要抽闪光的。干！我想要抽闪光的内衣。奥运战利品是一样生的啊，对啊，只是他有机会抽到那个就是造型，但是这个造型好像不能买，像是你看啊、哦。翻一个，像是第一把应该有吧，他那么红，造型，你看他有一个韩国选手，对，像这个就不能买啊，这就不能买啊，韩国选手，这就只能是用抽的。金奶头三小，你说300胜。可以换他的武器金奶头。他们特写镜头也有，就对了。哦，前往福斯海马工业区。我刚刚那个路修到对面了。
这次更新所有特效都改，都好像改好。啊。小白用啥？对啊，探险家温斯顿。他没有和善了，原是进我们家，原是有这样。他们请全部进二楼，左边二楼，全部进左边二楼。我们剁了，
没有办法收掉一个公山球。要不然举报的。倒一个，陆续要倒了。没有人能逃，干！这都没听到，太大声了啦！这样赢不了哎、欸！我们没有来音，就不要从正面了，我要从旁边塞进去啊！哦 shit！这样 poke 根本 poke 不赢啊！这个地方出生点那么近，对啊，核武在里面，近点啊。
们要从旁边进点。对啊，从左边啊。从这边跟他 poke 一定输的、啊。过大。等等、哦，我还不到。然后我们死两个，等一下哦，我死两个。等一下，他们和尚应该会开大。我有弹，我有弹。小白有弹吗？哦，小白也有是不是？小白你可以先丢，然后我再放那个。欸、我要挡，我要挡。他们两个摔死了。干，吸掉料。小多半还没放，还好。麦卡利倒，麦卡利倒，来走，我们进去。他们死。派一只死神来塔塔，他们坦塔一个而已。他们两个坦啊，女坦跟莱茵啊，两坦啊。对啊，他们两坦两补两 DD。我是觉得我们的法拉应该要换。不是啊，这张图。
哇！你们不进来，我没办法开大，我这样造不了几个。还剩三十秒，向前推进，自他干嘛呛你啊？我操！不是我吧？他在呛我。哎呀，别理他。他为什么呛你啊？里面都是我在闹的，只不过他的整体蛮大。他一直在想，他放到我好。奥林杰克，靠！上的武器都在发紫光，靠，是偶成一只。哎、欸，右边有拦路，左边女坦。哇，画了发。
，nice。 Nice, nice, nice. 闪光在上面。 进点，进点，先进了。正在占领据点。进点要进点，九九。左边有一个麦卡利，麦卡利倒。 天上，哦，我倒，闪光在我们家那边。他贴我炸弹。对决，对决。 哇，小洛一刀！下来，干！我踩到了，但是你们在吗？来不及，快了，快了，快死我了！第数零，第一，猛禽战斗服启动。 你又在玩篮球？玩球而已，你不要紧张。我叫麦卡林。我这些自己压伤。 我很乐意打。来，我点法了。
靠，有这种事？麦克还在你后面哦，他从旁边绕过来。在右边。后面死神。哇，闪光有点溜哎。到底是我太烂，还是对方的？太强了。闪光怕什么啊？金星，我们真的是被那个闪光秀到死的、欸，真的啦。还有那个和尚啊，
表。其实我自己用信心去打闪光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干，明明就没有很好打。我想要把和尚打到他妈都不认识他。干，和尚他妈本来就很难认识他。和尚不是机器人吧？他有妈妈吗？啊啊！和尚给，然后我这只，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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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法拉。死神切进来，哎，阿紫怎么还没睡？快防守据点，别让他落入敌人阵地。那你真的很针对我哎，没给机会吗？我被压了。来得好啊，辉！哇，精彩！
死神绕右边哦！刚好这场杀了四次，这一回合杀了四次闪光。 改版啊！篮球都变那么难吸。他改更弱的，篮球一直被nerf。他应该是 buff， 我看他弹力变好。 的残压塔让人开法会。前面剩一个 Vivi， 剩你一个，五个都在跑。我知道，我在等你们。好，等一下队友，等一下队友。 左边麦卡利，太早进去了，是绝佳的导师。没有，我是被麦卡利赶下。快来看，我是辉哥啊。啊？你刚太早进去了。啊。你等下让女塔先进去。Sorry。后面。我把他打掉。
帮奶帮奶，奶妈，在点上啊，奶妈在哪里？ 哼，当个水产。精彩重播。我靠，还用敲的，好猛！ 好，先休息咯。好，下午再看看要不要玩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阿路，你还打吗？都可以。好，我大概今天因为早上要，睡觉啦，各位。 哦，佩阳哥还在哦，佩阳哥晚安，大家晚安啊。明天要播 GS 哦，5点半，明天没有比赛，明天是选人仪式，所以应该就是我跟那个阿吉拉迪赛吧，拉迪赛。好，再会了。